好，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大美人徐若瑄，那现在是我们中国梦之声的导师之一。那看到年轻人们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她也回忆起了自己刚出道时的情形。对，我们娱乐新天地也是对她做了一个独家专访，来听听不老女神徐若瑄讲讲自己出道的那段事情。听女神讲故事，总是件养眼又走心的美差。眼前虚岁四十的徐若瑄，眼角也有浅浅的细纹，但眉宇间依旧透着娇俏的灵动。说起1990年参选美少女打进演艺圈的经历，她说只是为了那些奖品。我那时候才14岁，然后因为家里比较穷，然后那时候选拔前三名都有奖品，所以那个契机就是说我要去拿奖品，然后回家拿给妈妈。徐若瑄5岁时父母离异，眼看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们3个孩子，所以徐若瑄早早就懂得分担家庭责任，凭借个人才艺在台湾地区才艺美少女选拔比赛中获得冠军。运气挺好的，拿了冠军，所以就得到一台摩托车，然后就把这个摩托车换成现金，然后拿回家给妈妈。比赛结束后，主办方通知徐若瑄正式与公司签约，并与其他2位女孩组成少女队组合准备出道。然后我妈妈就很担心，我妈说娱乐圈很乱，我妈就失眠。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OK 啦，因为我们老板是女生啊，张小燕姐，然后她也人非常的好，形象也非常好，我妈妈才放心。刚出道时，徐若瑄因为舞蹈功底差，即便获得冠军也只能站在队伍的旁边，再加上自己是在台南部出身，乡音很重，漂亮的她一度非常的自卑。那我永远就是最慢的，同手同脚，非常的丢脸，我每一天都很不想去公司。虽然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，不过好在徐若瑄十分的刻苦，差距也渐渐的弥补上来。那个时候张小燕老板，我们的公司是那个时候最会做偶像的，公司还有一个舞蹈教室，然后公司签了好多好多的男男女女的偶像，当时有小虎队，有红孩儿，然后还有忧欢派对。后来辉煌一时的少女队宣告解散，但是正是这一段经历让徐若瑄接受了正规的演艺培训，也在圈内变得小有名气，以至于才有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堪称完美的可爱女人。娱乐新天地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上海独家采访报道。